邊癌咧，就係、是、主要就係紫外線啦。所以咧，就如果成日都喺户外工作咧，要搽啲防曬油啊。咁有防曬油咧，就點樣知道咩防曬油係好咧？就睇佢嗰個叫做 SPF， 其實就係叫 Sun Protection Factor。咁 SPF 嘅度數高啦，咁防曬嘅能力咧就強嘅，因為咧佢可以吸咗個紫外線嗰啲能量，就減少個紫外線衝擊個皮膚細胞嘅作用。就其他啲食物咧就基本上就食一啲係可以抗氧化嘅成分啦。就因為紫外線咧都可以引起一種叫做氧油離機嘅，咁食啲抗氧化嘅食物，譬如維他命 C 啊，或者維他命 E 啊，都係有抗癌嘅作用的。